在我手上的就是华为具有性价比的一款无线耳机，重点是它有 ANC 降噪功能，可以让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它就是华为 FreeBuds 5i。你好，诗敏。如果你正打算入手一款价格比较亲民，但是要有功能性好的耳机呢，那么这一期视频你真的不可以错过。我们先来看华为 FreeBuds 5i 的外观，一粒椭圆椭圆的东西啊，它整个设计呢是非常像一个鹅卵石的，而且仔细看呢，它的表面是有非常多的斑点，就真的是一个石头的造型啊。我是非常喜欢这种雾面材质的，摸起来是不会沾指纹的。它这种像石头的造型呢，也是有一个好处的，就当你不小心有些刮蹭的时候呢，它是不明显的，所以不小心掉到马路去刮花了，也不会到毁容的程度。它一共是有三款颜色啊，陶瓷白、星际黑和在我手上的海岛蓝，也是这一次的主打色。这个颜色呢，其次呢是属于比较灰的蓝色，有点像近些年在汽车上流行的水泥灰。你们觉得哪一个颜色更好看呢？这款耳机的充电仓呢，重量大约是在 33.9 克，拿在手上呢是比同样体积的石头呢还要轻的，所以出门呢，无论是放在包包还是口袋里，它的存在感都不会很大。但耳机的重量呢是在 4.9 克左右，是非常的轻的，把它戴在耳朵上呢是不会有任何的负担，存在感也比较低。一款耳机的音质呢是至关重要的，它搭载的是 的 Dynamic Driver。在这款耳机的定位来说呢，它整体的音质表现啊都很不错。当我们在听一些动感非常强的音乐呢，它的 bass 呢是足够强劲和精准的。如果是听中文歌曲的话呢，在人声的部分是清晰很明亮的，音色呢也足够丰富，频率也划分到清晰。我个人认为，对于普通使用者来说呢，这款华为 FreeBuds 5i 的音色呢是真的很够用了。在延迟这方面呢，它也是合格的。那么在举看戏啊，它是不太会出现对不上举的情况。当然想要有最理想的延迟表现呢，我们也可以降低一些音质来获取更加的延迟表现。这款 FreeBuds 5i 呢还搭载了 42dB 的主动式降噪功能啊，它的降噪效果呢是真的很不错。如果硬要对比的话呢，它的降噪可以称得上仅次于 AirPods Pro。 降噪功能的好处呢，就是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效果来享受音乐的美妙，整个体验呢都会大大的提升啊。对我个人来说呢，我也非常喜欢这个降噪功能，我时常呢会开启这个功能，并不是用来听音乐，而是降噪环境的噪音，更加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。它的 Noise Cancelling 呢还可以分几种模式啊，分别是 Cozy、General 和 Ultra。一开始呢，我就想降噪当然是最强最好嘛，可是呢实际上并非这样啊，我们还是需要观察我们的环境。那些噪音比较普通的环境呢，你靠 Ultra 的话呢，降噪效果反而不如 General。 Cozy 的模式呢是能够让你听到一丁点的环境噪音啊，我觉得这个模式呢对于初次体验降噪耳机的人呢就会比较友好，因为通常降噪呢是会有一种耳朵封闭的感觉啊，开一点的降噪呢反而有不同的沉浸体验。在通话表现呢，它是稳定的，在通话的过程中呢，对方也可以清晰听到我们讲话的声音，而且环境的噪音呢也没有那么的明显啊，所以整个通话体验呢算是很不错的。在电池的部分呢，它是能够提供高达28个小时的续航时间。以我的使用习惯呢，我一天使用的频率呢还挺高的，少的话呢1到2个小时，多的话呢4到5个小时，它还是能够耐好几天的。而且就算耳机充一次电呢，也可以高达 7.5 个小时。再开启 ANC 模式呢，也可以用到6个小时，所以基本上呢是没有续航焦虑的。我最喜欢这款耳机的功能呢，就是双设备连接啊，它是能够同时连接上两部设备的。当我们需要切换到设备的时候呢，不需要重新连接过，第一个设备暂停播放，第二个设备按开始，切换到非常的流畅。不过呢，我测试了几次啊，它是不能够播放第二个设备的声音呢，当我的第一个设备呢还在播放着，就我们是需要按暂停，然后再到另外一个设备呢才可以按播放。由于呢它只可以连接两台设备，为了避免打架呢，你是可以选择哪一个设备可以优先的，所以这个功能还是很方便我们日常使用的。
华为 Freebuds 5M 呢是通过触控来操控的，我一开始呢还是比较拒绝触控操作的，因为呢感觉就是比较容易误触和迟钝，但是呢这款耳机让我另眼相看啊，它触控的面积呢是整个耳柄，并不像一些耳机只有指定的小面积，所以呢只要是碰到耳柄呢就能够操作了。它动作呢主要是有三种啊，长按开关 ANC 或者打开 Awareness Mode， 双击呢可以暂停和播放，滑下呢调低音量，滑上呢调高音量，当然这些操作呢我们也可以在测试中呢更改，它触控反应呢算是很迅速的，不会有迟钝。刚刚我们提到的可以调 ANC 模式，设定不同的操作模式呢都可以通过一个 AI Life 的 APP， 在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查看一切关于耳机的信息啊，包括查看它的电池余量、连接状态等等的，而且呢它是能够通过这个 APP 找到你不见的耳机，它会发出声音来引导你找到它。一款耳机的舒适度呢也会决定你会不会长期使用它，这款耳机的舒适度呢还是很不错的，硅胶耳塞很柔软，长时间佩戴呢也没有什么压迫感，而且呢它真的很牢固啊，基本摇摇晃晃呢它是不会掉下来的，同时呢它也是有支持 IP54， 所以呢碰到一些水啊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总结来说呢，华为 Freebuds 5M 呢在399的价位性价比真的是很高，有不错的音质表现，还具备 ANC 功能，真的都挺不错的。不过呢我所连接的设备呢都不是华为啦，我相信如果是和华为设备进行连接的话呢，他们应该会有更好的互动。华为 Freebuds 5F 呢是非常适合想入门无线耳机的人，如果你还是使用华为手机，它绝对就是你的首选。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点赞分享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关注更多科技内容。这个是我的 IG， 可以去关注哦。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.